闽南话，自作聪明，应该怎样讲，怎样写？该搞，示意自作聪明，逞强。你若是无法度，就唔通踮遐底计较。你如果没办法，就不要在那里逞强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